在三角形 ABC 当中， BC 等于 3,AC 等于 4, 角 C 等于60度，是求三角形 ABC 的面积。好，那我们呢将三角形 ABC 呢先画一个简图。BC 的部分是 3,AC 的部分是 4, 而角 C 是60度。好，那我们要求面积，只有面积公式以及海龙公式。那在这边呢有两个边一个夹角，所以我们用面积公式。二分之一两边，所以三乘以四，再乘上 sin 夹角，所以 sin 六十度。好，二分之一乘以三乘以四。好，那 sin 六十度呢是二分之根号三，所以我们二跟四约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三根号三。